来看到过年进前的寒冬上乱，去罗东杜小月餐厅以及各界赞助之下，罗东汉民里去春节进前邀请到你来玉石家庭同齐来围炉，总共100户是开了20桌，让玉石家庭会当感受到社会温情以及过年的气氛。伊这项关怀玉石活动已经举办了15年了。来自罗东汉民里家收一户、中家收一户、边缘户以及独居老人等等，拢总100户弱势家庭，今仔中昼来到了罗东杜小月餐厅，同齐来围炉，拢总开了10桌。这是罗东汉民里第15年伫春节进前，邀请到你来清寒等等弱势家庭，同齐提早来围炉，感受社会温情以及春节团圆的气氛。这个活动哦，已经办第15年啊，拢是咱的历来这个低收入户、独居老人啊，甲关心甲所有的中低老人哈，一寡残障的，全部拢咱纳入这个活动内底。但是过去呢，咱15年来哈，过去哈是差不多拢60多户啊、70户，但是今年呢，含边缘户哈。在拢交互落安尼吼，差不多伫将近我100户，因为时机的变迁吼，大家拢摊较无食，所以讲吼，今年所有诶这个活动吼，大家伫超100户。咱汉民里非常的温馨，啊！伫过年诶，咱诶过2-3天就过年啊，所以呢，哎，当讲大家来围炉吼，哎，当讲吼，咱大家呢感觉讲啊，咱诶这个社会有温暖。啊，大家呢会当同心合力，会当予咱的社会搁较和谐、搁较团结。啊，所以呢，今仔日呢，啊，咱会当讲，大家关心着咱这低收入户吼，啊，会当讲过年到夜，一定爱有一个吼，感觉讲过年到夜迄个感觉。所以呢，长期以来呢，这15年当中呢，每一年都不间断的啊，做这个有意义的工作。罗东汉民里的餐厅以各界赞助之下，每年拢会定期来举办围炉慈善关怀活动。包括了镇长、议员等等，嘛拢来出席发红包，带予弱势家庭满满的关怀。宜兰新闻记者赵世民采访报道。